主料：鸡蛋一个，米酒250毫升，辅料：枸杞15克，红糖50克，水。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米酒、红糖、鸡蛋、枸杞备用。打鸡蛋打入一个小碗中，锅中煮水，摆上蒸架，放入鸡蛋，盖上盖子蒸。蒸好的鸡蛋用汤匙转出来，锅中煮红糖水，倒下米酒，撒入枸杞一起煮沸即可。烹饪技巧：因为米酒的是熟的，所以先煮沸糖水，然后把米酒与枸杞倒下煮沸即可。如果早放了，会把米酒煮得过烂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